都别干活了，给我站好，都别走，别动，别等会儿，你们都来了啊，好久不见了呀！别看着，快看！鼻子咋回事？这两天有点上火，看见李九了吗？李九，来来来，他不到我们这儿来，从不到我们这儿来。我跟你说啊，发现李九马上报告，他可是皇军通缉的要犯。丁队副，你们几个，这年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躲还来不及呢。哎，况且我们和李九，那是翻脸门神，不对脸。我就说二头是个聪明人嘛，我也不愿意来。丁队副，这天都大晌午了。弟兄们也跑半天了，你待会儿啊，我请弟兄们喝一下。来，快点，功夫在这，功夫在这，抽嘛你，抽抽抽抽你，你抽。张队长，你瞧瞧我这眼神，张队长，你看看，哎呀，你瞧瞧我这眼神，张队长，来来来来，抽一支，抽一支。丁队长，怎么着，丁队副，不是请你喝酒吗？怎么不去啊？哎，队长，这不公务在身吗？这不知道公务在身，还不赶快给我搜！张队长，让他们搜，让他们搜，咱们坐着喝茶。来来来来来，队长，王头陪您喝茶，我领弟兄们搜。对对对，弟兄们，来来来来，喝什么茶？跑了皇帝的要犯，谁负责？我们张队长公务在身，不喝茶。哦，不喝茶。对对对对对，不喝茶。来来来，这啊，张队长。不喝茶总得吃饭吧，这弟兄们跟着你跑了半天了，就算我犒劳弟兄们的。哎，另外，探厂发财，以后少不了张队长关照，不是？来来来，接着。别来这套，你就说让不让搜吧？咋不让搜啊，张队长？搜查是大事啊！来来来来，都别干了，别干了，都奔着张队长搜啊！二掌柜，这娇子。洋行金山大掌柜还等着要呢，不能停工啊！哎哎，你跟我说，是洋行要交探重要，还是张队长搜查重要啊？出了事就由张队长担待着嘛，怕啥？好，都别干，停工，别干了。张队长，是这样，明天呢，你陪我去趟洋行，找一下金山大掌柜，给我说说情，想他吗？给我宽限几天，这个，哎，是吧？开门喽！金山大掌柜，丁队副，嗯，你说那李九会到探厂来吗？这不好说，这得搜搜看。你给我搜，给我搜，搜个屁呀！搜，嗯，这探厂黑了咕叽的，李九会上这儿来吗？哎，我说你怎么光长个子？脑子你不是我撤，不是王八蛋！哎，张队长常来呀，慢走啊，慢走！干干，哎，你咋干上这个？嗨，你走以后啊，金山掌柜的又扣钱了，扣钱也不能干这个呀！看看你这身皮，我告诉你，将来日本人不收拾你，八路也饶不了你，自己掂量着办吧。现在外边，小鬼子到处在警戒，也不知道要干什么。我得赶紧出去找兰妮儿，主要是怕我娘担心。多谢帮忙，九哥，不用去找了。亮子陪兰妮儿去逛街了，我估摸着快回来了，不会有啥事儿。再坐会儿，好吧。洪老弟，行啊你。你现在是兵强马壮，像个干大事的样子。九哥啊，你每次来枣庄，总要折腾一下，哎，这样可危险。不如咱兄弟俩合起伙来干买卖。做买卖？不感兴趣。闯江湖靠的就是枪，一颗枪吃遍天下。九哥，你胆大能干，我刘洪佩服。可是你单枪匹马，总会有失手的时候。依我看，咱哥俩，洪老弟，要说打鬼子，我不熊。想要我入伙，我不干。光杆一个人多痛快，人多了，累赘。洪老弟，
你如果有事，我要是不帮忙，那就不是我李九。抱歉，告辞了。土哥，喝点水吧。不喝。你们看这橙子，嗯啊，哎，剃头了，平头、圆头、癞痢头，两毛一剃。哎，剃头了，哎，剃头了，平头、圆头、癞痢头，两毛一剃。林中，啊，把那剃头叫屋里来。好，卢哥，你要剃头啊？嗯。冯大爷，喝口水。哎，坐吧。啊，冯大爷，这次都带来了啥消息？哎，老洪啊，你们这次的情报很及时。啊，咱们苏鲁支队和1150的老六团，在爆毒库给鬼子设下了埋伏。鬼子的一个大队让咱包饺子了，死伤了好几百呢。是吗？为圣战死去的勇士们送行。起来！有一个好消息，你说，张司令要给你们派一个党代表，这几天就到。这是真的？真的。哎呀，太好了！看把你高兴的。再喝点水。哎。